Gogo。到一般的 pub 里头去，你可以观赏到的现场乐团的演出呢，可能包括 pub 里头的驻唱歌手啦，或者是还包括这个乐团的演出。然而你在 Life of Gogo 这家 pub 能够观赏到的却是包罗万象，包括 pub 歌手也好，或者是唱片歌手也好，还有唱片歌手很少演唱的一些西洋歌曲，是绝对绝对值得您在电视机前面好好跟我们一块共度一个钟头时光的。来吧，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第一位特别来宾，我们要欢迎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才女，新专辑一上市就已经在亚洲突破50张，欢迎陈洁仪。Hello， 大家好。Hello， 好，我要顺便为你们介绍我们这个超猛超猛的 Live Band， 你觉得如何？很好，还有一个也是跟我同乡的，哪一位呀、啊？把凶手抓出来，来讲几句新加坡话。Selamat datang。Selamat datang。Selamat good evening， 对不对？啊，不是。不是。是什么 ？Selamat datang。好啊，你们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Welcome。Oh my god， 我马来话不行。哦，马来话刚才是马来话。对。Terima kasih， 马来话就是谢谢的意思。对。然后 Selamat po 那是菲律宾话。真的？对，我已经搞错了。Tagalog， right？Tagalog， OK， 我们今天难得请到陈洁仪，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国内这个跟大家碰面了。那么专辑里头的音乐或者是歌曲等等之类，今天只要你收听 Life of Gogo， 绝对可以听到他很棒的现场的演唱。不过我们还是一样的，来吧，来一点比较特别的。什么呢？用什么方式可以留住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呢？当然是唱一些他们很少听到你演唱的歌。对不对？所以最近大概有什么歌你觉得相当有意思？其实有好多好多歌都想唱，不过我想今天带来的，因为我最近喜欢看电影。哦呀 ，Yeah，that's this movie 叫 Con Air， 也不是最近的了，去年的吗？就是空中监狱这部电影。Yeah， 不过里面有首很棒的歌曲 ，How Do I Live？ How Do I Live？ Yeah， 好，我们先请这个陈洁仪在 Life of Gogo 演唱这首歌曲 How Do I Live。To live without you, what kind of life would that be? Oh, I need you in my arms, need you to hold. You're my world, my heart, my soul. If you ever leave, baby, you would take away.
界的人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很好听的那个歌。你是第一次唱这首歌还是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什么样的？是在一个、OK、对，在做一个电脑公司的 dinner show。哦、oh, ，所以也算是一个半正式的场合去演出过了，不是像一般歌手，因为一般唱的歌手恐怕很难有机会可以做一些西洋歌曲的演唱啊。对啊，其实平时也是比较少机会。厉害，唱过一次，这已经是只不过是第二次而已，就表现这么稳健。记得那个歌词，记不得歌词的时候怎么办？就随便乱编一套。假如太离谱也很难，假如是差几个字这样还可以。嗯，国内周华健是最厉害的，旺财、oh, yeah. 目前为止好像还没人能够打破他的记录。对，你有，其实每个歌手或多或少都有旺财的经验，你大概什么情形、嗯、最糟糕的什么状况？ Well, 有一次是给宣传害，很好笑，我在唱，我突然要跑上来，我差点把他在耳边讲话，你知道吗？啊，你在表演的时候，对，跑到台上，他上来跟我说，哎，你待会儿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下去送那个花给那小朋友、哦、他要提醒你。那我听就忘了歌词，我就拉拉拉，然后就等着他拉拉拉，然后后来他就一直跟我道歉。不过其实还蛮好玩，因为那个场合是比较外面的，就是 outdoor 不是叫 outdoor， 所以就还好。然后比较活泼一点的，对啊，也比较 live 一点的。对对 ，OK。那么提到这个唱歌，其实对陈洁仪来讲我们之前的他的作品啊，感觉上跟他的 style。因为其实陈洁仪的 style 给她感觉是很甜的，很活泼的， somewhere 有一点点这个， Actually, 有一些些外向的。可是你的歌前一阵听了都，对， so sad。 对，其实比如说我第一首在台湾的歌曲是《心痛》，后来又《担心》然后又《伤心》只有一首比较开心的叫《喜欢你》其他都蛮不开心的。不过我后来我觉得蛮闷，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也有很伤心的时候啦，只是可能全是情歌，可能还蛮有那个伤感，所以人家都喜欢听。所以以后呢，以后会不会有比较多一些不一样的，不会这么会啊伤心调调？其实我这次的新专辑《如戏太深》，其实里面有蛮多歌我觉得已经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一首我很喜欢， I think Lily 也蛮喜欢，对，叫得寸进尺。对，那个是舞曲来的，不过舞曲的来呢不是说也不是很活泼，舞曲是比较攻击性的，比较神秘的，有点 jungle 风味。对对，这样子。那么OK， 这个专辑里头呢，我们待会儿也可以慢慢的跟大家做一个更仔细的介绍哦。那我们刚刚听过你演唱这个 How Do I Live， 其实他这个唱英文歌曲，我想对你来说也是驾轻就熟的。虽然绝少有机会看你做这个英文歌曲的演出啦等等之类的，在我们准备另外一首歌，好不好？好，这首歌我很喜欢，也是电影的歌曲，也是电影的。我觉得对我来讲，一直是我很喜欢，因为他在讲友情。那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也趁机把这首歌送给台湾的朋友。Wind Beneath My Wings。OK， 我们欢迎陈洁仪。Wind Beneath My Wings。Shut up.
Thank you.